2019年5月29日，倪妮现身高铁站，她穿着长款牛仔风衣，七分裤露出雪白的脚腕，一身的搭配非常好看有低调，戴着卡其色渔夫帽和口罩，把自己包裹得十分严实，但是依然被粉丝认出了是倪妮，并且还遇到超热情粉丝抢塞礼物。随即倪妮被保镖护在怀里一路快走，还不忘双手合十对粉丝表达谢意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